学院区。子晨，阿虎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医生让你出院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听到了。怎么了？好漂亮啊！我听到你在电话里哭了，我就过来了。我不是说让你别来吗？你看你连路都走不了，你还逞强。那你在电话里都哭了，你还逞强？这人谁呀、啊？这哥们腿都断了，冷子成小情人吧？回寝室换鞋去。哟，这谁啊？啊？哎，过来看看，快过来过来。他呀，就是从小和冷子成穿一条裤子长大的邻居哥哥。我还以为堂堂医学院，怎么来了一个低端土气欠档次的家伙，差点要叫保安了。魏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子晨，那个，我没事儿。我就是看看你，好着呢，我就放心了。那个我们走啊。没文化真可怕，一言不合就想动手。你们小区的水平还真高啊，之前还来学校威胁我，要找我单挑。子晨，我之前我，可我后面没跟你单挑啊。我早就怀疑你们俩之间有问题，连阎罗王的课都敢请假，就为了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病床边。要说你们俩没私情，我都不信，你们信吗？不信。魏明，是你说我可以，但是你说子晨我不乐意。哎，小心一点啊你！你敢说你不喜欢冷子晨吗？哎，说呀，哥们儿。就是啊。你说说。甭管啊，喜欢就说嘛呀。就是啊，是不是真的啊？说呀。我喜欢他。哦。我一直都喜欢他。我会永远都喜欢他的。哎，哥们儿告白嘞！可以，可以啊！这两个死不要脸的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啊？可以啊！就这么收拾你？你这杀千刀的，你该死的！什么情况？这难不成吗？你就是为了这个狐狸精不要我的？他到底哪一点比我好啊？什么情况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是我是郑雨荨校长的女儿。啊！我爸把我捧在手心，你就这样对我？你把我的骄傲跟自尊完全踩在脚底下，我好可怜啊！人人都说我是白富美。但是你呢？我开着我的凯迪拉克这样的豪车，我抓不住你的心，你就是喜欢这个青梅竹马的妹妹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劈腿了冷子成的闺蜜，人赃俱获，我也不会离开我呀。都是你，让你劈腿。太解气了，快上车吧哈！啊，哎，子晨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免得我到时候笨手笨脚的又做错事儿。现在我们除了要在你爸爸面前假装，是不是还要在你同学面前假装？你们俩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假装的？当然要假装了，在全世界面前，我们都是假装在一起的。子晨，今天没有太阳，你别晒被子了，我到时候来帮你晒。还有平时我让张，我让你那个室友帮你打牛奶。现在我就不跟他说了，你自己记得要喝牛奶。还有那个，马上考试了，你复习不要复习得太晚。
要知道我在牵挂你。痛你还看，痛你还看，你傻了，走走走走。